我在整理我的柜子，我发现我前男友留了一颗面包在衣橱里面，到底我真的是气到爆炸。有效期限是2018年10月19号，我就问塞在衣橱臭啦，我的刀嘞，我真的是气死哎、欸！我真的还知道你现任女朋友在哪里工作哦，就不要让我气到，就是拿去她工作的地方送给她。这是你前男，这是我前男，这是你男朋友的卫生习惯，这是非 very good 哎、欸，傻爆眼。这首歌是我写给我前男友的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我是公主吗？我是哪一个卡通人物呢？怎么了？Because of a three-day drive. 不管，自己平常看。正所谓熟能生巧。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，最好是不要插嘴啊。抱歉。哎呦！Because of a three-day drive. 不要插